奥特大战争击败了许多邪恶敌人的宇宙警备队，今天也为了宇宙的和平进行着巡逻。就在佐菲心想着啊，又是和平的一天，可以早点下班的时候，超人力霸王战士永远不休息。是的，又有新的飞船出现搞事情了，而且还不止一个阵营的宇宙船。佐菲他们亲眼目睹了两个阵营的宇宙船厮杀，说好的宇宙警备队呢？遇到有人打架，难道不是把两边都抓起来的吗？毕竟不知道这两方宇宙船的来历，实在不好插手嘛。打赢了那一个宇宙船，继续驶向奥特之国。佐菲也没法将那个宇宙船停下来，发射的诱导波也并没有什么卵用，就只能联络奥特之国报告这一事件。连对方身份都没确认，总不能直接把别人给炸了吧？那就太不正义了吧。结果那个宇宙船直接冲向奥特之国，引发了大爆炸。就这个爆炸的形状，果然是和平的一天。没有人知道这将会引发一场什么样的危机。靠，早知道就用 M87 把那个破飞船给炸了。奥特一族调查了飞船的残骸，却没有发现任何飞船沉淹的痕迹，只是回收了一个在大爆炸中奇迹般保持着原样的部件进行调查，并等待着分析的结果。奥特曼们还没有搞清楚目前的状况，这时奥特之国的上空突然又发生了变异，大片区域的等离子太阳停止工作了，超过半数以上的等离子装置无法使用，这样下去全部不能运作也只是时间问题。也就是说，这又是一场关乎全体奥特曼生存的大危机。奥父当机立断，认定原因和那艘自爆式袭击的宇宙船有关，准备召集奥特千人军团。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当然他们并不是打算大海捞针的瞎接着找，奥特之国科学家们的黑科技可以查明宇宙船的路线，然后再沿着路线反着飞回去找线索。话是这么说了，他们这个时候超大型战舰还没造好，没造好抓紧时间接着造呗。佐菲更是加班加点的监督造船工作的进行，现在开始多抓一倍的壮丁给我过来工作，在奥特战舰造好之前，你们通通给我加班，你们不是普通人，不准996，奥特战士人人都是007，超人力霸王战士永远不休息。镜头一转，来了1000个奥特曼来了。尼玛，这真的不是某玩具工厂吧？奥特之父和佐菲轮流给1000多个奥特曼灌输危机意识。现在奥特之星的危机是史无前例的，放着不管的话，奥特之星会变成一颗死星。如果你们不想当宇宙难民的话，就加入我们的征途吧。奥特之国是我们的故乡，我们必须去亲手解决目前的危机。虽然我们的科技不足以直接解决问题，但是可以乘坐超大的奥特战舰去找出幕后真凶，锤死他们。即便这是一场不知道多少千万光年的旅行，等待我们的一切也都是未知的。但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未来，必须把这件事情给我拿下了。可是队长，我们哪有那么大的战舰嘛？废话，当然有啊，早就造好了。你以为造船的壮丁是白抓的？只见佐菲大手一挥，铁门缓缓打开，一艘无比巨大的奥特战舰出现在众奥眼前。它名为新战斗舰，既然是为了拯救全体奥特曼造出来的战舰，那我们就叫它奥特诺亚方舟啊，不是诺亚奥特曼方舟哦。这可是使用了奥特之国全部的科学力量，花费了好几年的时间造出来的超巨大宇宙战舰哦。在佐菲的指挥下，奥特军团全军出击，一个座亚路大堡。就这样，为了拯救奥特之国的危机，奥父等人开始了漫长的宇宙航行。经过一段时间的航行，众奥果然在返回的航程上遇到了一大群宇宙飞船，而上面这群打扮的感觉像古罗马人的家伙自称宇宙阵营军。奥父一脸懵逼，完全不知道原来除了他们以外，还有不知道有没有正规编制的自称宇宙的阵营的伙伴吗？对方还友好的邀请奥父他们参加酒会，反正宇宙那么大，大概没有喝酒不开船，开船不喝酒的规定，于是奥父他们就答应了。其实是对方在用有情报提供忽悠奥父他们，我们战舰还蛮大的，你们可以过来聚会，聚完会了就告诉你们想要的情报哦。这不摆明的是场鸿门宴吗？不过也没办法，为了线索奥夫他们别无选择，只有进入对方飞船里任人宰割。期间，对方一个大胖子向赛文提出练习切磋，结果他来真的，把赛文给搞破了相。我他妈的真是被看扁了，以前都是我来真的好吗？既然说白了，这就是一场忽悠重要的骗局。正义军在悄咪咪潜入奥特战舰做完手脚后，冲突就正式爆发了。在经过一个又是以赛文为 C 位的战斗画面后，重要成功撤回了自己的战舰。奥夫刚准备来一发能量炮轰死这群正义军混蛋，哎，武器能量供应不足，你们的武器肯定被我们动了手脚啊！你以为为什么之前把你们骗过来聚会啊？我觉得你直接在酒里下药更有用，这几高又不是不喝酒。当然奥特曼们的武器也并不是都被破坏了。佐菲，你他娘的意大利炮呢？给我拉下来！佐菲他们冒着战火很快找出了奥夫的意大利炮，而宇宙正义军也全部聚在一个地方准备发动总攻击，于是紧急升起炮台的奥夫直接一发开炮，宇宙正义军这群憨憨就被全灭了。哇，这些飞船干嘛要全部聚在同一个方向啊？我觉得甚至都不用大炮，一个合体光线都能把他们给全炸了。事后奥夫他们调查了正义军在奥特战舰上动的手脚，发现了一个可以吸收等离子能量的装置。奥夫脑脸一黑，眉头一紧，他明确表示这类科技只能是奥特科技，这件事情绝不简单。难道真正的敌人也是奥特一族？难道是他们中出了叛徒？在一个构图十分怪异的章节封面转场后，奥夫他们的旅行仍在继续。突然一艘和奥特战舰一毛一样的战舰出现在众奥的眼前，
哇，赤裸裸的山寨，只是换了个黑暗大可的皮肤啊！人家不止这么过分，不仅模仿你的船，还要模仿你的脸。紧接着，奥特战舰的屏幕上出现了黑暗战舰里人物的画面。The deep dark fantasies。是的，这超越了黑暗深邃幻想的画面真的出现了，等你们很久了 ，M78 的奥特曼们。看到一群像是去非洲挖完煤后回来的黑曜们， M78 的中奥震惊了。在他们震惊之余，黑曜父就开始讲述起了过去的故事。各位不要惊讶，我们其实是你们的兄弟种族。几亿年以前，话说几亿年前你们应该还没有变异吧？别吵吵，继续听我讲。那个时候 M78 星与我们的 W87 星是双子星，但是随着国家的发展，他们开始发生冲突，进行着无休止的正义与邪恶的战斗。而我们的祖先在那个时候败退，被你们的祖先驱逐出了所在的宇宙，安排到了非洲。所以我们发誓，我们要复仇。首先第一步就是让 M78 的等离子装置不能运作。既然你们现在找过来了，那就死在这里吧。奥夫听罢，想立刻发射超破坏炮干他娘的，结果又不能运作。没用的，你刚刚有认真听讲吗？我们有设备可以屏蔽你们的等离子能量，你们的战舰已经被我们用反等离子屏障困住了，现在你们就像砧板上的鱼肉，只能等待宰割。不过看在你们的祖先犯二不把我们赶尽杀绝的份上，我们也犯二，给你们一个小时的准备，投降还是死亡，犯二还是不犯二， to be one or to be，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话一说完，黑曜父就从屏幕上消失了。投你妹呀，这年头黑山寨都敢找正版的茶了吗？奥夫随后也开始想当然的制定策略，既然他们的战舰和我们的一样，这显然是抄袭啊，那么他们战舰的弱点和我们战舰的弱点肯定是同一个地方啊，而且我们奥特曼是会瞬移的，虽然稍微消耗点寿命，但总比直接死在这里好吧。于是众奥手拉手直接传送到了黑战舰里，奥特千人军团就像鬼一样突然出现在黑曜们的面前，与黑曜们展开了激战。你们别光顾着揍杂兵啊，快过来把黑战舰的中枢人员给炸了啊。想得美，他妈的，你们居然玩阴的。黑曜父也率领其余奥特兄弟们像鬼一样瞬移了过来，于是黑白双方展开了激战。看这个战斗画面，完全是 M78 我占领优势啊。大队长，这样打下去没完没了啊。说的是呢，那我们就来个千人大必杀吧，全员集合，当当当当，奥特超级无敌千人叠叠罗汉合体。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在激烈的战斗中突然摆好这个架势的，成群缩在一起的黑曜们瑟瑟发抖。你们耍赖，不带你们这么玩的好吗？自己蠢不过来阻止我们合体，怨不得别人啊，有本事你们也整一个啊。今天我左飞就要教会你们什么他妈的叫做团结，他妈的力量他妈的很大，合体 M87 光线。汇聚了 M78 千奥能量的 M87 瞬间将 W87 千黑奥们全部轰成了渣渣。那一刻，上千个奥的能量通过左飞发射了出去。那一刻，左飞成功击倒了上千个黑奥，不仅自己体内流淌过了千人的能量，而且还射倒了千人。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奥特千人斩左飞。然而黑曜并没有彻底消灭完，废墟烟雾中黑塞文缓缓走了出来，方便起见我们就叫他复西吧。漫画再一次用反衬的手法证明了塞文就是一个挂逼，那么牛逼的一个光线炸了过去，就复西活了下来，甚至他还提出要和塞文单挑。我复西也是我们宇宙中最强的人，敢不敢跟我比划比划什么叫做七的绝对值？为什么啊，明明是左飞的 MVP， 结果复西活着站起来把这句话一说，突然就感觉还是塞文的牌面大。在重要的围观下，七与复西的旷世之战正式展开，高手过招，一招定胜负，两人同时用投标，正气的投标击碎了复气的投标，直接秒杀了复气。啊，真是最强的对手呢，妈的，你无伤把人家秒杀了还在这么想，强者的谦虚真的就是装逼啊。最后奥夫下令彻底破坏了黑战舰，一切都结束了。这篇故事也在奥夫一大长串的发言中落下了帷幕。我们现在从就开始了，宇宙如此广阔，没有一次伸手覆盖的边了，宇宙无尽我们想要的，人类为了和平与和平，我们必须站上去，宇宙海贼王我当你了。好了好了，别比喻了，当精神当上瘾了，快点回去啊。狼来啦，狼来啦。好的，这里是11月低概率抽时间出来更新的 WYY， 我上次那个视频只是提前说明一下情况，结果一看评论区老感动了，有一种已经把 WYY 给送走了的感觉。我应该说了11月还有低概率会更新的呀，结果还是抽时间把这期视频搞了出来，顺便补上一句上期视频没人说的话。感谢各位一直以来的支持，也感谢爱恋不断的鞭策，那这次是真的有缘再见了，拜拜。狼来啦，狼来啦，啊呜，狼来啦，狼来啦，这算不算狼来了？你觉得算吗？别看 UP 主割视频，不知道多少人割视频，但是你看你这样的，本来说好不做的，但是突然做了，算不算一个突然的惊喜？我什么时候说不做？我上次说有低概率会做，我是行行行行，你愿意给自己这样的也行。哎，我是很谨慎。当我什么都没说好吧，我那个。我是很谨慎的人，好吧？嗯。其实我怎样都会给自己留点后路，很好。对对对对，我上回说啊，低概率更新。其实我说我在觉得我说低概率更新的时候，我是有把握这个月可以做两个视频的。
你懂我意思吧？我是有把握，我这个月还可以再做两个视频的。当时我这么说的时候，可是呢，我看评论区真的有一种他们都把我已经给送走了的感觉，知道吗？然后我就吓到了，哎，这不行啊，我好像不能更两个视频了，说我还更一个，你懂我意思吧？啊，但其实也确实比我想象的要忙啊，对吧？你看我新番没有补，对吧？对吧？到现在不是新番，要补的动画没补，对吧？我如龙啊，对吧？我打到一半了，好吗？我马上就可以做 BOSS 了，我都没做，我他妈大半年没玩了，干！话说我某天晚上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以下哪种情况会先到来呢 ？A. 单身二十多年且一个异性朋友都没有了 WYY 交到女朋友 ；B. 练习时长两年半且不知道要停更多久了菜逼 UP 主关注量突破10万。当然伟哥选的是 C， 梦先来到，行吧？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更新下面这个视频，到那个时候这个谢梗估计没什么人知道了，所以提前耍一下。左飞的战斗五，别问我一二三四的视频去哪了，混就是有生之年。剧情一开始，左飞就要练习最新的必杀技，只见他练着练着就分身成了7个，咋的啊？你也来谢老板那一套中了黄金体验镇魂曲是吧？这就是你分身的借口，如果让你重新来过，你会不会爱我？爱情让人拥有快乐。哎，我看我导演有点尬。哇，这一段真的太尬了，我操，我真的要录吗？干。不行，你要放得开，你再放不开以后没机会放得开了。哦 WYY， 你发现了盲点，大家有没有看出这个故事里又一个阴谋论呢？如果没有的话，那我最后再整一个活吧。这篇故事的起因是什么？卓飞在宇宙巡逻时放任两方飞船开战，不作为。在宇宙里的时候，面对来路不明驶向奥特之国领空的飞船，卓飞作为宇宙警备队队长，完全有理由有权利直接把他给炸了。可是他却说要打什么报告，导致延误战机，宇宙船撞向奥特之国，才有了后面一系列的事件。可以说，事情的起因是卓飞间接导致的。这个故事的关键环节是什么？造战舰是谁指挥的呢？卓飞。故事的关键是卓飞引导的。那这个故事的转机又是什么呢？ M78 中奥被困的时候，奥弗说黑船和白船的构造一样，白船我们已经知道了是佐菲指挥造的，那为什么黑船和白船的构造会一毛一样呢？只能说明黑船也是佐菲指挥制造的啊。可能有人要问了，佐菲是怎么脱出身来造黑船的呢？他会分身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出，奥弗两次提出的结论都很突兀，无论是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还是两艘船的构造一样，只能说明奥弗作为被佐菲胁迫的傀儡，理所当然的拿出这些条件促进计划的推动。我们甚至可以往前推理，为什么之前沙旦王事件奥弗二王一开始就划水开溜？因为他们十分顾忌佐菲，想借弹杀人。事情发展到最后，人就没有灭掉佐菲，为了不暴露行动，怕佐菲秋后算账，所以才在最后关头出来协助佐菲，最终选择任命屈服于佐菲，在一些关键的节点配合佐菲，不断的给佐菲制造台阶，甚至于最后奥弗他们直接把黑战舰给炸了。好好的战舰为什么要炸掉呢？当战利品不好吗？为的就是防止别人知道黑战舰和白战舰完全一模一样，出自于同一人的事实。还有一个论点能充分证明这个，为什么最后消灭黑曜们的招式是佐菲吸收上千个奥的能量发出来的呢？奥特之父的大脚干嘛吃的？不就是专门搞这个的吗？那为什么要把吸收能量这项工作交给佐菲呢？相信大家都知道资本家捞油水的段子，就是从冰箱里拿出一块肉再放回去，手上就沾到油水了。佐菲这个也是一样的道理啊，从上千个奥特曼那里得到能量，就算放了一个大招，但自身能获得的能量也肯定是相当之多。还有一点，黑赛文和黑奥弗的戏份在 W87 里也是很多的，那么为什么黑佐菲的戏份那么少呢？因为真正的佐菲会分身啊，黑奥那边也是佐菲在暗中策划，黑佐菲就只能当个瓜皮了嘛。为什么佐菲他们能有空隙叠那么高的罗汉呢？你们没看黑曜最后那惊恐的表情吗？俨然一副被卖了的感觉。你想想，要是你和别人打架，对方突然来一个叠罗汉，你会慌张吗？你肯定会忍不住笑，对吧？显然是黑曜他们意识到了发生的情况和计划的不一致，就明白佐菲又要灭口了，所以才一脸慌张无比的感觉，连个话都没来得及说，直接被炸死。那夫妻最后为什么不说明情况呢？这么跟你说吧，如果把佐菲比作黑老大，那赛文一定是他身边的金牌打手，因此夫妻只能靠证明自身的强大来保全自身，所以才会吹完一波自身强无敌后直接与赛文开战。黑曜们也说过，他们上次的冲突是几亿年以前，几亿年都过来了，为什么现在要突然过来找茬呢？因此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卓飞像某只鸡鸭一样跑去黑曜那里煽风点火，使得 M78 与 W87 大打出手，自己则可以名正言顺的调动人力去造超大型战舰为自己所用，并且在故事的最后从上千个奥那里窃取数不尽的能量。一套流程走下来，不仅消灭了一个潜在对头，自身能力也获得了极大增长，只能感叹一句，真有你的啊，沙弗林。纵使三度迎接夕阳，我也要向大家说明事实的真相。好的，这里依旧是在扯淡的 WY， 不说了，我先干活动了。喵内嘎，どうした喵内？
空天门。